以后还会在家一起跳舞吗？不，我、哦、就咱们就是别说跳舞了，就是我在镜头前跟他稍微搂一下什么拉个手，我都觉得特别难受，我就不好意思。完结果我就知道跳舞这个事很危险，因为他跳舞自己就嗨起来，每一次都是。然后他还老举我，我刚才差点都让他给举吐了，刚吃完大牛排。Why? Awesome, but why? It's line dancing. 又是那个。我一个是关于很亲密的动作，我觉得不好意思；一个是我也不会跳舞，我是四肢非常不协调。那以后杰米还会想邀请你一起跳舞吗？可以，我会每天问他跳舞。I can every day。现在向他发出跳舞的邀请，你会怎么说？啊，你要跟我跳，可以吗 ？Go back home。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今天跟他一起跳舞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快乐会传染？也一定程度上传染了吧，就是表皮层也传染了，就是可能大家都有那感觉，就是像我婆婆、我小姑子他们来的时候，他真的会让你就感觉到，哎呀，你什么事儿都不太重要，就是有啥大不了，你看给他们乐的，你说他们有什么可乐的，有什么可开心的，你要是一个心事重的人，你都不可能理解他们怎么这么开心，但是他就是很开心，所以会让你短时间内你也觉得，对呀，我有啥事可值得那么愁的呢，这都没啥大不了的。今天自己尝试了做蚕蛹，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好吃吗？就是今天是第一次的我做，我知道蚕蛹喜欢吃。我觉得他做的挺好吃的，还挺嫩的，外焦里嫩。那他其实今天做蚕蛹的做法还是挺特别的。对，黄油迷迭香蚕蛹。黄油 OK。 都做上了。这你用啥油做的呀？What kind of oil did you use? Butter。 黄油煎解蚕蛹啊，真厉害。小猫不喜欢它油。哇、哎呀，挺遗憾你们没尝尝，挺好吃的，真的。今天晚上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牛排，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这么厚的牛排？是有什么故事在里面吗？就是我俩度蜜月的时候，然后在海边一个非常浪漫的餐厅，完正好赶上那餐厅有一个活动，就是谁如果能多少分钟、20分钟还半小时之内吃完那么大，能当时能有这么厚一个牛排，这顿饭就免费。然后我就刚刚造把那个大牛排，当时给造了。这不是七夕吗？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他就说就是老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然后对他印象很深，他就复制了一下那个牛排。来，哎呦我，好看吗？这是好肉，哎呀，这是好肉。我觉得只是好玩，好有意思。It's so fun。其实今天杰米还送了很特别的花，可以讲一讲这个花背后的故事吗？我在一个大学教课，还有一个同学，他是英国的人。我看他买花，他告诉我他要送他的女朋友，还有这个花特别便宜。我买的花，送小曼。送了一个月，
算一个月。你说。他跟他另外一个同事都在一个大学上教课，他俩在同一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那公交车站就在厦门大胜里的火葬场对面，那个同事每天都在那火葬场对面买一束花，然后他也每天在那儿买一束花，今天是黄的，明天是白的，然后我就连接了一个月这个花。漂亮吗？漂亮，漂亮，这是咱俩的经典名花，以后就一直送这两朵花啊。其实挺好看的，谢谢你啊，这花。没事，就成为我俩之间一个梗了。反正我也不介意，就是以后每次有什么纪念日都会有送花这个典故。看着，行。你干啥呢？很帅，很精神，还很年轻。嗯，这是个人儿啊。形容我一个字儿。酷。OK。啊。这看我的。嗯。身高。OK。中国的大城市和北京一样，那铁岭的大城市，上海。OK。拿铁的，比拿铁大的，大拿铁。拿铁是弟弟，加油达，姐姐。OK。我就有一个孩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差不多，独生子。他是我的就行了。唯一。不需要，就是我的啥？女儿。哎呀，那你说不就一个呗？在舞台上，或者是那个电影里头，你的角色他是什么？演员。香港那个男星叫很有名的那个男星。你男星都没想出来，你问我他，一下子没想起来这名儿，那个男星叫这名儿，还活着吗？活着，是陈小春他妻子，应采儿。OK。赏这人名，他是个人名，赏了三个字的人，他的姓可以是什么一件？那个姓。他这个名第二个字是，Hope， I hope。郑希。郑希怡，你挺得为难我爸呀。厨房，厨房。冰箱 ，OK， It's very good。这个，放在某一个角落，夏天的时候，然后，空调，不是啊，电扇，哎 ，It's very good。这是拖地，搁那里头，接上，然后，吸尘器，它是它自己，扫地机器人。OK， 比如说渴了，拿个去接水，接完水，等一会儿，烧水壶。OK。 What is it? Kettle。 啊，烧水壶吗？对。这个就是放在厨房的，我要吃东西放里边，
不一会儿热了啊，然后你就叮，对，微波炉。啊，I can read this。哦，这个每天都爱喝的，有东西装到这里边，装到这个机器里边，然后一通电，咖啡机。OK。哦，如果你累了。躺地方，你会很舒服，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对对，咚咚咚咚咚，按摩床、按摩椅，差不多。哦 ，banana apple， 还有西瓜，放在里边，然后那种电，那种电，呜，好了，榨汁机。这个是这个耳朵，对，这应该是一种什么耳饰，是一种什么耳钉，是一种是南方的，对，南方 Chinese 南方啊，西耳，对，差不多，Walsh 腰一样，好，在成都有，成都有，对，叫采耳，采耳，哎，采耳，哦 ，you on the table。You on sleep, you sleep the table, but, your eye 睁着。我睡觉，但是我的眼睛开了。然后 one man, 出啊，说早啊，对 ，OK， 为什么睡觉眼睛开了？你没睡觉，但是你躺下了，躺着了。我睡觉，为什么我的眼睛开？一个男人要来摸摸。那要一个 woman 摸摸，那我不好。这个是，one two three four man， 四个人。All women， 四个男人。middle 中间，麻将，一张，哦，左饺子，左饺子，什么左饺子？the play， 飞机，玩儿，扑克牌，哦，你说对了，扑克牌，对，是 eat。吃，哎，是 eat， 吃孩子 ，water 面，和，拌面，啊对，然后那个麻辣烫，擀皮儿 ，the table 有皮儿，圆的，有肉，肉饺子，啊对对对，饺子，对，饺子 ，OK。礼物，对。你以为是韭菜呢？我以为是个房子呢。是个老头啊。Jamie。对。是他自己。你看那几个毛画的。把你自己换成老头，哎，反正谁也是像。那是没有牙，你没看着吗？Toilet. No, these are separate. Is that a watermelon? Yes.
这是洗衣文，你看出来了吗？这是左边是整状图，右边是切分图。你这个洗衣文也太乐得了，行了。But has a lions. Bad watermelon. 这是澳大利亚旗不？不是，不是澳大利亚旗。Pizza. Pizza.中午给你做那个披萨饼，披萨，这是披萨，你这披萨和你做这像乱七八糟的。圆葱 ，no。这还有味儿呢，这是有味儿的。圆葱做熟了 ，garlic，yes。表达这个臭，所以他好像就放点味儿。臭圆葱。对，圆葱他那意思没有大蒜臭。不像啊，饺子。这么不像你猜对了。这是我的妈妈做的。哦，这个我应该画的像点。South Park。一个眼睛。哦。就是一个。我以为你故意的。两个这是。你 ？No， 仔细。知道。仔细想想，我没有，我哪有这么磕碜的？看看秋刀人。看看。你应该最能看出来，最像谁？你 JM 一个眼睛，这不看着一点都不 happy 呀、啊。He wrote happy beside it。这是谁的？我呀。对，快乐吗？他没头发。你是头发爸爸。我是怎么没有眉毛也没有、啊、这不神似吗？快乐吗？不，我画谁都一星。你画人都看起来有秃头啊。这个秃头有眼睛没有鼻子。啥玩意儿了？这没有头发？有。好的秃头。还画秃头。我知道干什么吧，你我真服你能画到这。什么？这是什么？I know it。你猜。What's that tree? Tree? I thought it was wheat。那个像什么？像不像 bamboo？ 啊，熊猫。对。对。OK。熊猫没有头。哎呀，这个怎么画呢？这个，哎呀，实在对不起孩子啊！这个，你有头发，有眼睛，有一个鼻子，这是个狼人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狼人。这是最可爱的孩子，拿铁。OK。拿铁有毛子吗？怎么拿铁没有胡子呢？怎么？这是拿铁吃完东西没擦嘴，这埋的吗？哎呀，我看你画画是太难。来，看你爸这汉语学的说的怎么样啊、哦？因为你爸汉语太差了，咱们得好好给他恶补一下子。How to say sour? 酸。How to say sweet? 甜。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How to say sad? How to say sad? 说过。难过。难过。How to say scared? 害怕。
How to say hungry? 饿了。How to say hot? 热。How to say sick? 生病了。How to say salty? 咸。咸。How to say finger? 不知道。Finger。不知道。手指。手指。How to say shoulder? 不知道。肩膀。肩膀。耶。How to say arm? 脖子。How to say arm? 镯子。镯子。胳膊。胳膊。How to say chain? 不知道。不知道。把这儿怎么说？下巴壳。那个下巴壳。下巴，下巴壳。下巴壳。嗯。How to say knee? 你让姥爷教你是 How to say knee? 玻璃盖？玻璃盖。这是啥 ？Hamburger。这是啥？玻璃盖。玻璃盖。这是啥？这是啥 ？Hamburger。这是啥 ？Hamburger。这是啥？这是啥？西班牙。